Hello， 大家好，请。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好不好？那因为今天的话，基本上因为原本这个是 vlog 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行程真是太满档了，回来基本上就要满上秋勤，因为隔天要比赛了，所以没有办法就哎，等一下啦，忘记改队伍了，算了，没差了啦。反正这关已经输到烂掉了，这关就是要打快一点点，不然那个会被燕子群弄掉。就因为我明天就要打比赛了，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回来再剪那个 vlog 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直接把我们这个日常的六部影片给它上上去。这关感觉就是要用多一点那个就是用多一点那个什么哟，就是要用多一点那个波动角色，然后赶快打过去。这关应该是要打速攻的啦，要不然那个燕子群出来金价是没花朵哦，各位，我只能这样讲了，好不好？我希望啦 ，I believe 啦，好不好？还是碰塔之后那个燕子群就会来了，那真的是乌龟王八蛋那个设计这关卡的人真的是，我给他一个大拇指真的是很会设计超气。好啦，拜托啦，求求你啦，老哥不是啊，这777好像就是那个对不对？这777好像是就是那个呀，大家记得吗？好像要用古龙轰的那个啊，对啊，要用古龙轰的那个啊。对啊，这个要用古龙轰啦，各位，我想起来了啦。吼，干嘛每次搞这种鬼东西关卡啦？是在干嘛啦？吼，古龙，要修嘞！而且这里是你还要换得到哦，你没有换到古龙就没了哟，泽平，你知道吗？不会要在这关败下阵了吧，各位？好，一样换两只，那还要换那个腿猫，对不对？哇，我的天哪，怎么是这样子搞呀 ？Oh my god！ 然后对，再加这个，来吧！为什么呀？为什么是给这种关卡呀？就没有比较简单的吗？干嘛呀？是怎样？看我过太爽是不是，各位？真是看我过太爽是不是啊？哦，泽平又要帮我们发罐头了，谢谢泽平，谢谢这样子。哇，这个很难抓那个胎泥，我的天啊！完了！拜托！我觉得那个差一喵喵，完了！我觉得感觉好像还是要配一个这个猫炮我不会在这一关耗光我所有的星星吧？不要完了！我的星星，好像要死定了！白痴哦，真的是白痴腿猫好像很勇哦，拜托，踢了！干！不行啊！不行，不能加黑杰，他们只能用腿猫。哦，我的星星只剩75颗啦，要完啦！怎么突然搞这个关卡给我呀？我这样不就一定要送1500了吗？你妈妈嘞！我的天哪，老哥！等一下，hold down 哦！再踢一次，好，古龙 ，Let's go！攻击力不够是不是啊？不要再浪费罐头啦，不是浪费这个了呀，完啦，攻击力是不是啊？
哇靠！要这样子搞是不是？要这样子搞是不是？啊！完了完了！怎么会这样子咧？哇，刚刚那个其实很完美的耶！哇靠！他真的每挑战一次扣五个罐头啊，扣五个皇冠啊！那我要完蛋了耶，白痴哦！我现在才42关哎，他后面给我这样超级回收哎，搞屁哦！靠，真的是很机车哎，这关卡。等一下哦，没事没事，再等一次，再等一次，hold on hold on，好，就这里了，踢一下。干，我觉得没有。哦，古龙再一次，拜托了，古龙哥，古龙哥，浪费超多皇冠，我操你妈，我的天哪、啊！哦，43关完了，我只剩下65哎，我只剩下65了，各位。而且我们第一波都是没办法先换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是都没开加速的这个状态？哎，不是啊，说把把都是燕子啊，是想怎么样啊？是没有其他的角色的，是不是呀、啊？这是燕子大会，是不是啊？很扯哎、欸！等一下，这关是有什么？希望没东西了。我很害怕，没了吧，没了吧！哦，你可不可以每次都给我这种的关卡呀，老哥？你再搞下去，我真的要哭死啦！别闹啊！1500块很多啊，很贵啊！哎呀，43、44，拜托，现在就是2222走起就好了，算我求你了。哦哟。每次都给这种乌龟王八蛋，不过我们这边有一个美魔猫哦，美魔猫救我，拜托了美魔猫！哇，这走得都很缓慢哎，我的天哪、啊，这种关卡最让我害怕了，你知道吗？对啊，这种这么慢的是想怎么样啊？我靠，这蛇感觉超勇的哎！那我觉得可能要完蛋了，哎、欸，我们连小蛇都拍不死哎、欸，老哥，完了，这关来这个强度不知道要强几百万倍了，我的天啊！我们那嫌你们小蛇都拍不死啊，老哥，我怎么感觉要完了？哈哈哈哈哈哈，耶耶耶耶！哇，小人都打不死，耶、yeah! ！太开心了吧 ！Oh my god！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那个很好当，就是那个炮灰的这个军团的，先留一些这个钱钱给比较大只的好了。有没有机会给比较大只的？来来来看一下碰塔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最怕的就是碰塔之后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了，各位，来来来，让我们看一下，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塔里面？不是啊，这三人都要把我们给打死了。哎，他好像就是比较硬的那个，比较硬的河马，是不是啊？好，他们超强哎，我的天哪！比较硬的河马好像。是不是三阶等级的那个超级强化关卡呀？不是啊，我怎么打不赢啊？我靠！连这个关卡也要输是吗？谢了，谢了，真是谢了，真是谢了！我居然输给超强河马！Oh my god！ 好，没关系，我放弃。
哇，干嘛啦？